佢哋都變乜變乜咁嘅，咁就佢哋失敗嘅原因之一就係勁啲靠自己，但係時至今日咧，我上嘅教會運作超過十年，我體驗到就好多嘢咁樣嘅。而家嚟講，我人事好密，仲有大量事工，竟然中國政府冇答應我條線嘅，但係佢又可以攞到料嚟攞到。咁亦都係好出奇咯，好密切人事，但係呢個人事嘅建立係用超過十年嘅時間嚟建立，唔係人哋想象中話我應承就好快，需要你指引或者比較積極嘅生效。咁所以好多嘢都係要願意將永遠擺喺上。咁你肯放手俾神去用永遠去做自己咧，一切嘅事情都變得更好。咁啊，有一個好出名嘅神學家，叫李乜乜，咁佢就開幾堂嘅道德講座，其中兩堂佢就講話，你睇到咧就係道德幾節，有相當多嘅都係重視人事嘅禱告咯，係唔見有果效，即係你要求咗神嘅嘢之後咧，見唔到神嘅答覆，見唔到個果效。甚至用一世過去之後都見不到，咁佢哋用呢種比喻咧嚟講，其實咧呢個係正常的。我舊約嘅基督徒同而家基督徒都一樣，但係好多禱告係唔應驗嘅，咁雖然唔應驗係常規，啊呢個一個謊話，但係好多嘅宗派，好多嘅神學家都出嚟講謊話，因為佢哋人如見咗四方，要講咗四方以外。很多時候人所不講的事體就是這個永遠，在永遠底下什麼都成功，好像爺爺在書房說的，那些人祈求或者做事他們那個是不見果效，但是果效是下一代，好像你去世之後那果效就發出來，不是沒果效，神不答應你，但是神的時間表不是幾十年來的，總之你將永遠安置在你自己裡面，所以咧，嗰個時刻你將神放翻喺神個位置上面咧，一世都活得穩妥，一世日都活出嚟，祈禱係有果效。啊，即係果效唔可以用人嘅一個方案，啊幾個月或者幾年嘅方案去限制。咁所以只要你有信心，亦親自做咧，就見到個果效。個能力喺度，不過呢個能力嘅彰顯唔係幾廿年嘅事。咁所以要自己要。願意接受一個很長時間的安排，所以有這個網上的參加看到那個人士達到多少個靈位的時候， 我感恩和感謝這種事工是需要很久時間擺上，但時至今天看到那一刻自己知道不是同意，不是你講話做出來就不適合中環口味，沒有中環口味啊！好多中文都願意嚟睇，有好多種困難，例如佢哋英文唔夠程度啊，或者係廣東話唔夠程度，好多種困難。但係你要俾啲時間，佢哋慢慢會嚟。